现场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谢谢你们的掌声。我随着风而去，我呼唤秋风停。嘿，风呀风呀，轻轻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真喜欢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去的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我随着风而去，我呼唤秋风停。哈哈，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真喜欢这一段情？嗨，风呀风呀，不要急得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真喜欢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去的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我呼唤秋风停。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真喜欢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去的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否他也真喜欢这一段情？风呀风呀，不要去的那样匆匆，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名。看我们的好运啊，娱乐机构，我们现场歌坛所有的啊，新加坡我们的昂干迪，所以亲爱的善男信女，还有我们后头非常棒的庙里头每一位老土功高的理事同仁们，所有的爆笑的老板出钱出力朋友，我们朋友们，你们大家晚上好。哦，这个要用一点的那个不一样的来叫一下，这样子大家才会有那个嗡一下哈。对，是我们今晚上人山人海一望无际的这个人山人海，这个一片的海洋这样子哈，来个最棒的热情听一下可以吗？你们的掌声加呼喊声 1 2 3 Thank you。 对啦，
谢谢，感谢你们今晚上时间不早还是的一样的拿着凳子拿着椅子排队坐美美来看歌台，感谢你们今晚上来到捧场支持，谢谢，也谢谢我们的新闸门乐队老师，非常棒哈，今天我们又合作了哈，乐器你很开心，随着好运娱乐机构来到现场，给我们龙南店在场每一位好朋友来一起的来助兴演唱。那第一首这个恼人的秋风送给大家之后，也谢谢我的美女送上来的红包，美女去哪里了？早起到为了看不到伊了哈。对的，你好不哈，感谢，谢谢你送给岳千林的红包，来给代理哈，我这里先配给黄板子路易哈。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来这一首非常棒的经典的福建歌，谢我们在场所有弟兄哥，来一首《含泪跳恰恰》，来送你大家，希望拢做会介意 ，Thank you， 谢谢。恰恰。OK， 那希望大家今晚上来要看好运的歌台，祝大家好运连连，庆丰年啊，就好像我们过年一样哈，从年头好运到年尾一样，这样好，好不？朋友哎，轻昂发掌声，一二三 ，Come on！ 这个掌声请继续延续到我们节目的最后的一分钟，感谢大家。好，今晚上岳千林的短促歌舞节目来到尾声，来这一首歌曲，希望我们在场所有朋友是一首非常棒的舞曲啊，整个亚洲都懂了，一首《跟我约会吧》送你们，哎。
请我们后头正在忙的每一位理事同仁们，谢谢你们对好运的支持，感谢大家。嘿，让我的心像一团火那燃烧，只想在你的手中看不了，去听见我们激动的人的心跳，我的味道让我的世界为你而颠倒，你说的你记得都忘不掉，不停地在我耳边绕呀绕，你每天来起床的时候，你就要看镜，看镜你就要自己讲一次。啊，讲什么？我很漂亮。我很漂亮。啊，不你就说魔镜魔镜，世界上谁最美丽？淑珍。你感谢，谢谢你。你今天没有来哦。今天来这边，谢谢。你今天没有来哦。
因为是讲六点半之前拢真安静。我有感觉讲，即阵伊常常对你的台哦。哎呦！伊敢若常常对你的歌台哦，袂歹哦。所以讲到底是安怎哦？老高肉吃酸了，要吃台湾肉吼，姐姐。哎呦！老高肉。老高肉。哦。安那？你真吃高肉晓？咩晓？好好好。还是伊讲什么哈？伊讲叫人家吃高椅诶。啊。哦，坐高椅啊，哦，坐高椅。哦，你这倒头无好诶。啊，来人客啊。喂，高椅神啊，讲什么你都唔会。人客啊，阮诶即个轻便的淑珍阿嫂吼，拢叫大家坐高椅啦，尽量坐吼。啊，你今日坐高椅吼，咱陪个你妹啊吼，啊尽量坐吼。会使无？啊，佮有啥物要求无？无啦，无吼。啊，拢会使坐吼。会使坐吼，啊，会使坐了吼，爱坐正正无？坐正正吼，啊，袂使坐歪歪的啊。坐正正才会得人听哈。所以呢，今天呢，看到这么多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我们龙南店，我想呢，再听一下大家满满响亮的掌声好不好？从前面第一排直到最后一排的观众朋友们，让我看到你们大家，谢谢哦，啪啪啪啪哦，来来来，不用客气，数闲啊，站在旁边的朋友不用客气哦，来进来里面，只要看到有空位的朋友就可以坐了啊，好不好？来，这边差不多满了啦 ，OK， 大家 OK， 有啦，还有。